左左右右，听说你们在学校念书，还是有男生会注意到你们？以前会，现在老了吗？没有，比较少而已。现在比较少啊？为什么以前会，现在没有呢？可能是刚开始，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吗？哦，这些男生没有长性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一开始追求，后来就不追求啦。因为我们那时候他要写情书，然后呢，我第一个他先写给我，然后我没有回信，然后他再写给我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回信，然后之后他又写给第三个女生，然后又送他戒指，然后那个女生我就不知道怎么样。这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这个男生会不会太忙了？